简单朴素女力之美，以粉红色为活动基底色调，代表着女性柔美及女力力道，在不同角色及工作形态充分展现出各国外籍配偶来到台湾融入生活形态的文化交流。母亲节前夕也透过国际妇女交流活动，让每一位外籍配偶充分感受到台湾这块土地包容着每一个族群特有的文化与亲子关系建立。充满着异国风情的舞蹈，展现出各国文化的舞蹈之美。国际妇女节的到来，也感谢漂洋过海远嫁来台的女性新住民对台湾社会与家庭的贡献。花莲县政府社会处以及林平养议员服务处特别争取相关预算，来为新住民妈妈举办文化交流的活动，并增进亲子关系的距离。其实这活动在我母亲张怀文担任乡长的任内，包括担任议员的期间啊，将近有9年的时间，我们这个活动每年都有来办理。那希望啊，借着今天的这个活动啊，让我们新住民的妇女姐妹啊，能够多多出来啊，跟大家一起来交流。那也希望啊，他们长年以来对于我们社会的一个奉献，能够让他们走出家庭，那跟社会做一个接轨。那也非常感谢花莲县政府这9年来的一个支持，让这活动能够顺利。妇女在社会上有一定的角色，而不是被压迫的一群。新住民妈妈表示，在家乡也是独立又坚强的女性，但来到台湾，因为文化生活的不同，同时鼓励新住民妈妈能够勇敢逐梦，与另一半一起传递母国的文化使命。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